随着雪穗的开通，现在的平林更多了分清幽的美好。藏身在山林间的养生谷餐厅，经过悉心照料的花园景观，带点乡村风格的悠闲。餐厅内结合洗石子与木板组成的座位，可是带有巧思的哦。透过座位中间的玻璃，可以看到下方悠游自在的鱼儿。不过接下来上桌的餐点，比起风景可是毫不逊色，精致的排餐料理以及咖啡饮品都十分吸引人。茶香鸡腿有着香酥外皮的软嫩肉质，调味得宜，许多人来到此都会点来一饱口福呢。